生肖运势呢有四颗星呢，特别恭喜生肖属蛇、属鸡还有属牛的朋友，这个礼拜呢哇大显身手，让你在职场上的表现呢非常的亮眼，有很多的贵人呢给你很多工作的机会。但是这个礼拜呢，如果有很多好的机会呢，千万不要太懒惰，努力的去冲刺，才可以让你更上一层楼。